可以拜托你事情了，你就不能拜我？好了，把东西吃一吃。啊？可是，就算你这礼拜去也来不及啦，你只能下次了。豆花。吃什么？吃豆花还是什么？在夜市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啊？什么？柠檬。爱意，柠檬冰，小番茄。下礼拜。哎，小心了。小慧。等一下，到时候再问我妈。我到时候再问我妈。